看看新闻网。19号，某知名时尚杂志在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时尚派对，姚晨、高圆圆、胡军、海清、张靓颖等众多明星纷纷盛装出席，而杨幂的出现更是掀起了全场的高潮。你自己演了那么多的这个穿越剧，你会想穿越到哪个年代去？回到什么时候？不会，我觉得现在挺好，现在都一切都挺好的。